交俾集前。好，最后入闸拖板精英，全部马不准备妥当投唱赛事五班2200米嘅长途赛，暂时显示大热系八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嘅马有六型型啊，咁啊到摆前啲啦。响外边位置拖板精英睇下埋唔埋到嚟啦，中间辉煌巨星咧就顶一顶佢啊。再见到第四位啊，最出嗰只就喜盈运啦，第五位系星威啦，内栏第六粉龙三，咁啊橙色眼罩咧就系呢只靓紫荆啦。再后边嘅马红三内栏啦，咁啊就系呢只上蒲福满啦。响出边竞进飞鹰啊，咁啊尾四嘅位置系凌风啦，暂时落后嘅三匹马分别系上心星，咁啊围线聚落，包咗落尾咧就系出闸慢咗嗰只时尚传奇。好啦，啱啱第一次入直路嘅时候啊，前面放头嘅马系嗰只乐盈盈嘅，咁啊跟住响第二位咧就拖板精英啦，第三埋边咧就嗰只辉煌巨星嘅白衫嘅，第四位出边一号马就喜盈运啦，再入边嘅第五位粉红衫就系靓紫荆啊，都跟得相当顺喎，只靓紫荆。第六位仲有星威啊，再后边嘅马内栏红衫红帽上蒲福满，出边黑衫咧就系嗰只竞进飞鹰嚟噶，后啲嘅马啦，咁啊有呢只凌风响尾四啦，尾三时尚传奇上咗少少啊，因为上心星咧就慢慢移咗出去啊，咁啊睇下会唔会喺对面直路走啦。包咗落尾嘅马都仲系嗰只紫色衫白帽嘅围线聚落嚟噶。好啦，接近对面呢个直路头啦，支最上暂时系冇喐动嘅，落仍然仲系贴栏带嘅。咁啊拖板精英嘅第二位啦，守住内栏第三辉煌巨星嘅第四位起营运啊，外边星威咧就出咗三搭四搭添啊，猛咁骑上去。再后边嘅话，跟住个第六位移咗出去二搭粉红衫咧，就系呢只靓紫荆啊。后啲嘅马啦，黑衫黑帽啦，白袖嗰只竞进飞鹰，内栏红衫上蒲福满，尾四凌风啊，后边三只上心星时尚传奇包尾嗰只系围算聚落嚟噶。好啦，对面直路尾过六百啦，埋边落盈盈仲系揿住噶，中间起营运骑紧，出边星威骑紧啊，内栏第四位咧，咁啊白衫白帽就辉煌巨星啊，中间仲有拖板精英啊，再下一层啊嘛，内栏上蒲福满红衫红帽都轻松嘅，中间粉红衫冇乜位就靓紫荆啊，掟到最出嗰边有呢只竞进飞鹰啊。好啦，转正啦，直路落盈盈再俾落去，接嚟咗第一个零身位，移出嚟中间辉煌巨星开始追紧噶啦，马林中间红帽咧，咁啊黑色就好似上蒲福满亦都有冲势，外边橙色眼就系靓紫荆，最后百零米外边靓紫荆他着咗，埋边落盈盈，中间位置仲有辉煌巨星啊，最出嗰边系上心星，接近终点，靓紫荆响外边，入边咧就落盈盈，第三要影相啊，中间上蒲福满同埋出边追上嚟嘅上心星啊，终点嗰步似乎系外边呢只靓紫荆咧有机会系赢马，跑第二名嘅马。四号马呢只乐盈盈咁啊，都叫做系零的突破啦，跑翻个第二啦。第三名红衫上蒲福满最出冲上嚟啊，就系嗰只上心星要影相。而由靓紫荆苏铭伦啊停赛复出即刻赢咯啊，跑第二名咧四号嘅乐盈盈啊国能放头啊，第三名咧后上三号嘅上心星啦，陈嘉熙啊攞翻第三，第四咧就七号啦上蒲福满，临尾落多飞嗰啲只啊，咪跑翻第四。苏铭伦，今晚的赛事先拔头筹啊，最后阶段68蚊啊，独赢二号嘅靓紫荆。
苏铭伦咁啊，谷草次次赢嘅话，之前两次都赢啦。停赛复出，今晚咧都系先拔头筹啊。咪跑长啲真系冇咁难啊！日后企到尾啦。嗯。喂，拖板精英啊，唔知咩事啊？直到见阿停太好早都揿咗喺度啊。嗯。好，咁一齐睇下头场赛事嘅预计派彩。跑第一名系二号嘅靓子京，独赢派68蚊，位置派25蚊。跑第二名系四号嘅乐盈盈，位置派72.5。跑第三名系三号嘅赏心星，位置派25.5。跑第四名就系七号嘅上蒲福满，连赢二搭四派769蚊。二重彩二号、四号顺序派1526蚊。三重彩二号、四号、三号顺序派9865蚊，单天派2134蚊。將相睇返嘅第三名啊，咁啊其实揈到好出嘅上心星啊，不过佢可能个榜有啲着数啊，追返第三。嗯。第四近嘅辉煌巨星争啲嘅话，咁啊俾咗上蒲福满呢攞咗个第四。上蒲福满都好心机跑㗎啦，返到嚟就紧颈四。好啦，睇过晒啲预计派彩，睇翻巡逻影片啦。留意阿苏铭伦咧，即差唔多去到中后段准备啲马变奏嘅时候咧，佢去到养和苑湾嗰个攞位，我觉得佢都几忍得嘅嗰度啊。如果稍为想出啲去咧，就追唔到嗰只骆盈盈噶啦。前边骆盈盈放啦，守住个第二位上咗嚟就系拖板精英嘅中档潘顿都好心机啦，辉煌巨星啊，外边就起营运啦。中路位置黄帽咧，莫雷拉嘅星威嚟嘅，贴栏就系苏铭伦嘅靓子京啦。第七位劲进飞鹰后面啦，上部福满贴咗栏嘅，跟住凌风啦，上心星就尾三，尾二就系维善聚落，包尾咧时尚传奇。咁啊出闸咧都见有两三只抢下嘅，咁啊所以第一段步速咧都正常，咁啊但系一跑车咧就二三段嗰度就明显慢咗好多噶，净系嗰两段夹埋都慢咗成一秒二几嘅。所以去到對面直路啦，莫雷拉啦，原本佢都二條友遮擋個位都唔錯嘅，但係因為佢都 feel 到步速慢啦，都真係好快而家出去三邊望空拱上去㗎，咁啊嗰路一拱咧，跟住之後嗰兩段咧又明顯快翻好多嘅，兩段發力都快咗成秒八咁滯㗎，咁啊所以依場步速咧都係一時慢一時快咁嘅。好啦，依度都仲係比較慢嘅依一段啊，咁啊掟埋依個彎咧就會見到阿莫雷拉點樣。佢而家都本来喺第五位二碟都几好位啦，咁啊，但系都开始喐手啦，而出三碟。佢喐啊，梁家俊又喐喎。咁都啱啊，冇理由俾你冚噶，啲低班马一俾人起出边，咁啊冚咗你咧，你个势即刻减弱噶，仲难跑啊。嗱，留意阿苏铭伦呢一度啊，其实佢大有机会可以喺拖把精英嘅出边噶，佢一路都唔走出去，一路等等呢个位。后屘劲俊飞就上咗嚟攞佢个位，但系佢一路都唔出去啊，佢就一路喺度等中间嗰个位穿出嚟咧，先紧紧赢到只起罗定型噶咋。因为呢两段咧又系快好多，所以佢忍都合理噶。尾二嗰只上心星咧，起步俾人夹一夹啦。呢度咧，其实咧早段咧，我真系唔觉得好夹嘅啫。讲真，不过向敖都上嚟咁解，因为个榜啦。前面可能啲马又锯锯地啦。系啦，潘顿悭晒啦，里边辉煌巨星一步不蚀噶啦，已经。可能个二千可能就已经尽啦，二千争啲啊。头先跑紧阿 Peter 都话应该赢啊潘顿啊，点知结果翻到嚟就争啲气量啊。咁啊，几只真情马最叻都系内型啊，始终都系高东尼好似较为靠得住啲眼光。咁啊，头场赛事都榜完毕。位置 Q 派彩，二搭四派204.5，二搭三派113.5，三搭四派301.5。三拣一，咁啊，胜出组合系 A 二价夜半热门派25.5。二重彩二号、四号顺序派1526蚊。四连环二号、三号、四号、七号派3009蚊。四重彩二号、四号、三号、七号顺序派67572蚊。同埋分段时间，头段14秒2，第二段24秒26，第三段25秒41，第四段25�秒01，第五段23秒6，末段24秒38。赛事完成时间2分16秒86。